刚狗明天住医院，我想多买些菜，烧好了给他送过去。这孩子太可怜了，希望他明天手术的时候能够顺顺利利的。哎，是啊。哎呦，雷大姐，你们好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她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雷彪的大姐，她是我媳妇儿。你好，雷大姐。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，所以就一直没有去看你。不用客气。今天大家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我还要回去照顾阿秀呢。对，是要陪陪她的，一个人老在家里啊，要胡思乱想的。哪天我们有空，一起带她到外面去走走好了。对对。好啊好啊。姐，姐。阿彪，怎么了？阿秀又不见了，我打了手机也打不通。怎么回事啊？那我陪你去找他吧。好。对不起啊。我们一块儿去找。对对对，大家有消息用电话联系哦。可是，谢谢啊。别客气，大家都是邻居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分头去找啊。行，好好好。突然不见了你，我也不知道，突然就没了。你说他能去哪儿呀？他，阿秀姐姐，阿秀姐姐，是你啊？你又要上山去拜灵物？是，我要去求子，你别告诉别人啊。拜这些真的有用吗？不管怎么的，我一定要去。阿喜，那我们也去看看吧。我们要赶紧回去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很快就回去的，走吧。东东，你没事吗？没事。我们别去了，这太高了，要是拜灵物有用，还要医生干嘛？我们回去。阿秀姐姐，你没事吧？阿喜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秀姐，我们也想上去看看。好，走走。那你慢点来，你起来。好，你慢一点。去。走。他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背你吧，快！阿喜，好像是这里，快！阿喜，把我放下来吧。等一下，我给我妈妈打个电话，告诉她我们稍微晚一点回去。阿喜，你别打了，这里没有信号啊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我们一会儿就回去了。还是打个电话吧。喂，信号不好啊。再试试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。打不通了，他们去哪儿了？东东啊，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呢？东东啊，我怎么什么灵物都没有看见，这空山洞啊。阿喜，你看那边。劝告后来者，命运在手，迷信害人，回家面对吧。曾受迷信毒害的人留字。原来是个无聊的传说啊。
这什么意思啊？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灵物，也帮不到我们。我们走吧。嗯，你看，我早就说了是没用的，你们都不信我，比我还笨。为什么是这样的呢？姐姐，我们早点回去吧。我要不我能行吗？听话了，我们走吧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啊，走了走了，东东，我扶着你。喂，阿平啊？什么？阿喜和东东不见了？阿秀姐姐，你慢点啊，这里很滑。慢点。啊啊！你没事吧？阿喜，等一下，我的头好痛啊。会不会有人信了我？他千万乱写些东西。阿喜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回去看一看啊。阿喜，不要他去啊。嗯。阿秀姐姐，你不能去呀！放开我！你不能。秀姐，这些劝告说得很对，求这些是没有用的。有些事情始终要靠自己去面对。你们不会明白的，我不能说孩子，我对不起我老公。姐姐，那你不能有事啊，彪哥会很担心你的，姐姐。你放开他！姐姐，姐姐，去找他们。哦，雷彪来电话了。喂，好，知道了。阿秀他们在山上呢。啊，那我们快点去找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阿秀，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你没事吧你？他怎么了？啊，他们在这。东东，东东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东东，快点把他送医院去吧！来来，快快快，慢点啊！阿秀起来了，阿秀起来了。阿喜呢？阿喜，救我！他滚下去了！滚下去了！阿喜！哎呀，快快，我们去找。阿喜！阿喜！老苦瓜叔叔，你们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你们会来救我吗？这儿好黑呀、啊！
我有点怕，你们快点来啊！